色多璀璨，纵没有雪落也不平淡。期望能收到许多 Christmas cards， 派对里换礼物送走慨叹。有礼物，有圣诞树、火鸡披萨，这画面可足够吗？却冷落了那夜，有一个他带着爱进入冷冰世界。耶稣基督这天加降生的爱，为你为我这生可喝彩。旋律不分高低，你可存在，告诉世界他为你爱而来。耶稣基督这天加降生的爱，为你为我这身可喝彩。旋律不分高低，你可存在，告诉世界他为你爱而来。告诉世界他为你爱而来。其他嘅淨係現場人，快啦快啦嗱，咁嘅速度咧就半個鐘就冇咗噶啦。我哋唔會成個呼音嘅，少少精華片段。嗱，以下落嚟咧就精彩啦！我哋咧會喺今日咧以下落嚟嘅時間咧，為大家送上一個聖誕報佳音嘅活動，即係咧我哋會唱一啲詩歌俾大家聽啦，分享咧主耶穌降生嘅信息㗎。哇，咁正！咁我哋仲等緊咩？睇佢都幾心急，不如快啲開始咯。未得住，而家香港咧咩都講可持續發展㗎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我哋除咗今晚嘅活動之外咧，我仲想介紹多個活動咧俾大家聽㗎喎。咁係咩嚟㗎？快啲講嚟聽下。就是我們在後日，即是星期六12月26日，我們會在全新天地一期的空地，即是聖誕樹那邊，我們會有個音樂報道會，時間是下午的3點至4點，是下午3點至4點，同樣都有很多好歌聽的。好啊，等我
叫埋曬啲街坊朋友啊、老少朋友啊一齊過嚟聽下先。咁而家我哋可以開始聽得未咧？大家都好心急啦。其實咧，我同大家都有好心急喎。咁事不宜遲啦，以下落嚟咧，不如我哋用最熱烈嘅掌聲，為我哋今晚嘅活動咧，我哋揭開一個愉快嘅序幕啊嘛！好，大家細心欣賞啦。大家答唔答到我哋啊？平安夜，平安夜，好犀利啊！冇錯啦，今日
日就係平安夜啦，其實就係廣傳咧我哋主耶穌降世嘅時刻，梗係普世歡騰，個個好開心咁樣去唱詩歌報佳音啦。阿 Jennifer， 我又發現咗一樣嘢喎，原來我哋教會咧除咗唱歌了得之外咧，樂器都好犀利喎，真係。冇錯啊，你嘅觀察非常之正確嘅。其實咧，我哋一班弟兄姊妹音樂之所以造詞咁厲害咧，全因為我哋教會咧有好多嘅興趣班嘅喎，包括有唱歌班啦、樂理班，甚至咧係烏克奇琴，即係我哋後面有木鼓箱同埋咧小吉他㗎。我知道啲，除咗音樂班之外咧，我哋仲有石室啦，即係咧石印宣道浸信會嘅自修室，仲有咧唔同嘅團體小組，例如有讚美操等等，適合曬咧老少咸宜、老中青嘅小朋友等等啊！啲詳情咧，我哋可以睇下咧，而家我哋派緊嘅宣宣傳單張嘅喎。冇錯啊，其實教會活動好豐富，但係最重要咧都係因為我哋能夠親近同埋認識我哋嘅主耶穌。呢度有地址，有埋我哋嗰啲聚會嘅時間咁樣，送俾你啊。基督为你为你降生，基督为你为你降生，基督为你为你降生，基督为你。You better watch out, you better watch out。凡是今天你不可错过，圣婴耶稣降生，为你为你为你降生，是我心声，我必天真，我必天真，我主我爱你。基督耶稣降生，为你为你割下凡尘，我心太温暖，我心也极温暖，我想令你好你实现，令我应该怎么说？大家再俾啲最熱烈嘅掌聲，我哋嘅兄弟兄姊妹好唔好啊？好犀利啊！真係，咁都係咁留俾大家好唔好？就係咧，以後咧，我哋要聽好聽嘅 acapella 咧，唔一定要去紅館揾 C O 沙噶咯喎。我知喺邊度揾，梗係嚟我哋教會度揾啦。就係九九廣場十七樓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好嘅音樂梗係唔好俾佢停啦，我哋繼續荃灣好佳音先。而家送俾大家嘅就係聖誕轉座，請大家細心一彩。尖端的灯色多璀璨，终没有雪落也不平淡，期望能收到许多 Christmas card， 派对里换礼物送走慨叹。尖端的灯色多璀璨，终没有雪落也不平淡，期望能收到许多 Christmas card，
派对里换礼物送走台坛。有礼物有声音说我的披萨，这画面可足够吗？向冷落了那夜有一个他，带着爱进入冷冰世界。稍记得这天一段真命爱，为你为我这心可喝彩。旋律不分高低，你可存在，告诉世界他为你我而来。终没有输过也不平淡，期望能收到许多 Christmas card， 派对里换礼物送走慨叹。有礼物有圣诞树我的披萨，这画面可足够吗？向冷落了那夜有一个他，带着爱进入冷冰世界。为你为我这心可喝彩，旋律不分高低，你可存在，告诉世界他为你我而来。耶稣基督舍天家降生的爱，为你为我这心可喝彩，旋律不分高低，你可存在。高上世界他为你我而来，高上世界他为你我而来，高上世界他为你我而来。哇，好犀利啊，好犀利啊。咁咧，啱啱送俾大家嘅咧嘅歌曲咧就系叫做《圣诞转载》。其实咧，我每次听咧都对我有好多嘅启发。因為我以前覺得聖誕節跟好多人一樣，覺得是一個吃喝玩樂的日子，但其實聖誕節的意義有多少人知道呢？你說得很對啊，聖誕節即是耶穌降生的日子，我們應該好好紀念祂，就好像耶穌其實很愛我們，你啦我啦我們每一個的，願意為我們的罪而流出自己的寶血去犧牲，去赦免，去原諒我們，主耶穌的愛真的無人能及的。沒錯啊，其實大家想想，今晚都總會過詩歌總會聽完，歌咧都總會派曬，但耶穌嘅愛咧就源源不絕咧咁去俾大家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係好想將神嘅一份愛、一份信息咧，去分享俾荃灣嗰位街坊。如果大家想認識多啲，誠意邀請大家嚟緊星期日12月27日去了解更加多嘅。12月27日星期日，是不是我們教會舉行的那個通音主日，時間由上午9時45分至11時15分，主題叫做愛從神來，有詩歌聽，亦都有被譽為中國麥當勞之父朱元和先生見證分享那個。沒錯，真的好好記性，看來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信息。沒錯沒錯。那好，其實認識主耶穌呢幾時都不會遲，不過當然是越早越好啦。咁就咁講啦，約定大家12月27日星期日上午嘅9時45分，99廣場17樓食任宣道浸信會見嘅咯喎。冇錯啦，咦，好啦，又係時候聽歌啦，送俾大家一首咧耳熟能詳嘅歌曲，三個字有冇人估到？係啊，估到啊，咁我唯有我講啦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所以無謂講啫，就係叫做平安夜啦。如果大家識唱嘅朋友，可以同我哋一齊唱嘅喎。好，請大家細心欣賞，大大參與啦。
嘅咩咧？其實得一首歌識唱嘅咋。邊首啊？就係、是、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咯。唔知道大家識唔識唱咧？識唱就拍下手好唔好啊？係咪呢首咧？主耶穌先啦，好啦，今天咧雖然咧我哋冇一個白色嘅聖誕啦，亦都冇尖東嘅燈飾咁璀璨，但系咧我哋咧有詩歌、有波波，同埋咧我哋都有神嘅愛喺我哋身邊嘅喎，咁所以我哋嘅聖誕咧都可以好快樂嘅。咁如果我想問咧，如果我哋想繼續再聽同埋接收多啲信息，可以點做呢？大家都收到我哋嘅宣傳單張噶啦，你可以咧去到我哋嘅教會裏邊，再不厭其煩講多次啊，就係九九廣場十七樓揾我哋傾下偈、唱下歌都得噶喎。冇錯啦，咁最後提大家嚟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，即係12月26號同埋12月27號，我哋嘅活動咧，希望見到大家喎。咁我哋到時咧就約定你哋到時嚟見我哋噶啦。咁咧，我哋真係咧，最後咧都多謝各位啦，嚟到我哋聽我哋嘅音樂會啦。咁最後，不如我哋一齊全體喺三聲之後講聲聖誕快樂，好唔好啊？好，準備1、2、3，聖誕快樂 ！Merry Christmas。Thank you.
原來我哋教會除了唱歌了之外，樂器都很厲害。沒錯，其實我哋教會的弟兄姊妹音樂造詞為何這麼厲害呢？主要因為我哋教會是很多活動的，包括有唱歌班、樂理班和我們烏克奇樂班，即是後面看到的小木鼓和吉他的。
哋仲有成